是上次的，宕机宕机。Hello 饭团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是网络是好的吗？网络好吗？还是我开 ？Hello 西恩，嗨小生，晚上好。我今天是什么？目前正常，好，头发还没有吹干，没事没事，等一下就干了。我要去拿个东东，等等我。我手又烧了，天晚上好，嗨德全，晚上好，我的晚餐来了，我今天很早就，晚餐还有鸡，突然很想要吃什么咸酥鸡之类的，然后呢我就点了炸鸡，这是薯条，很像袖套吗？不像吧。晚上好，大家。家是晚上好，水就晚上好。Hello， 落日一笑笑。Hi， 艾瑞克。超像，哪有像啊？晚安，好吧。今天的造型是袖套造型。好吃没？好小白兔。好想要吃。我什么都好想吃哦，不知道是太饿还是今天阿上造型，我要去买菜。会饱啊？不会吗？软件。不是它太。不是现在的。大家来陪我吃吃晚餐。喜欢太大声吗？怎么人高没有？不是啦，这件不是，这件是爸爸的衣服，我偷爸爸的衣服。我不敢，我除了可能有时候会特别想要喝汽水，不然我通常不太会喝，因为我不太喜欢喝，我讨厌那个气泡在你的嘴巴。
其实我今天蛮想喝可乐。Hello Hello， 新汉的店长，店长，新人店长，奶茶，啊、不小心滑掉了。Hello 船长 ，Hello 阿翔。可乐没气的在喝，很像在喝 糖水、啊、而且可乐放一下就没气了，所以我就不会再喝了。鸡吃起来，又在吃什么？我去看一下有没有肥宅快乐水。被你们一讲，我好想喝。直播完之后发我，很好喝哎、欸，旁边是妈咪啦，掉下来。逆天长腿大战士，没得吃，为什么？啊，给你吃我的，吃剩的骨头。想到我都快疯了。大家要记得吃素。真的吗？也罢，真的假的？阿全跟阿强都吃素啊？怎么了，大健？
久哎、Tigger.煮的汤，装个水，我装个水而已啦，我不会拍到你啦。不要打扰本喵的休息。我今天洗好澡了，很棒吧？杯子，对呀、啊，很可爱吧？对呀、啊，阿丽去我家，阿丽那天跟雨林一起来找我，我很喜欢。杯子要的。而且还要洗头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洗头？干净的头发，干净的头发，你们闻不到，太可惜了，我超香的，自己讲自己很香。哦、oh.才不是，是果果香味。Hello， 这是谁呀、啊？收集起来当周边。纹头发100，一次100块。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洗发精，我没有固定会用，我很喜欢乱买。但是我有固定会用的护发，难瞧。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艾瑞克？我都会拿那个水晶肥皂洗身体，因为小时候看爸爸，就是爸爸就是一块肥皂洗全身上下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去，我说为什么就是很不懂。为什么他就拿一块肥皂，然后就洗了头跟脸呐、啊，跟身体一块肥皂搞定哎、欸？然后你真的用那个万用肥皂不
常用，我不常用，就是有时候会用。嗨，也行。嗨，欢迎影战 ，Hello 常胜泰船团 ，Hello 樱桃猫，我不会每天拿那个洗了 ，I'm leaving why。Level up, level up。常用啊，我还是用，我知道，拿来洗衣服用的。Just come support and leave。哦 ，Can be。嗯，上课吗？你要上课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每天用啊，我还是有正常的洗身体的，但是有时候就感觉身体。需要好好的洗干净的时候就很有多美丸，你好多美丸，你们我很好奇耶，为什么你们要不是超脏，纯天然的其实不错，可是每天洗的话其实很容易皮肤很干，所以平常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。还是其实平常是随便洗。我刚看完表演，新来的，了解，你好，你好。就有时候会突然想要，为什么要跟我说拜拜？你要走了吗，大姐？有时候会用它，我很喜欢拿它拿来洗耳朵。郭新宇，你好，郭新宇。感觉会破皮。你们都用什么东西洗身体啊？洗澡，不打扰你了。不，你回来。是不是想要假借叫我专心吃饭，然后偷偷泡走？用什么产品？一般的洗澡肥皂啊。那你们都是从头洗到花王香皂便宜好用。真的假的啦？难瞧，除非真的家里没肥皂。哦，偷偷的就不会跟你说了。着想，我用珠马弄的，珠马弄的有。绿的药皂，什么是绿的药皂？要男士沐浴乳啊？为什么男生都喜欢用一罐然后洗到尾啊？连脸也洗耶、欸？花王香皂吧，立式好用，很方便。如果他也在吃东西，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我其实，一贯省事，当兵才是肥皂哦，自家肥皂原因便宜。我被妈咪说我的洗头发的很贵，
就是一瓶洗头发，一瓶护发这样，两罐1000块。可是我很喜欢它的味道，所以我最近都在用那个花的汁。真的有点啊，不对，当兵要肥皂危险，千万不能捡肥皂，不要拜拜大剑。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，这是我多年研究的发现。因为用量没有规，你不会因为有肾。哦，聪明耶。所以果果的发香很常换哦。其实我的味道为了抢公用电话打电话啊。Hello， 季风亮，果果用过 Hermes 的香皂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用过 Hermes。想到的话再回来，好啦。再偷偷讲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前几天捕捉到他们打架的影片，我录到，拍摄者不救。乱吗？那个吃多了，没有吃，没有吃。雨林少见的吃的，对啊，他该不会忘记了吧？我家钢琴给我家的猫弹的。是给姐姐弹的啦。因为我也只认得那两。看得好仔细，什么东西？我没有看到啊。还有肉啊，你不认得肉吗？你也骗我说你不吃。好，我赶快吃完，我吃完了。我手指头很短。
牛肉。Hello， 黄鱼。可能你腿，我是很高的人，里面的手是短的，对不对？多疼！这里好多吃食，对呀，我都不知道哎。手很短，你们看我的手真的不是长的。只要果果能长胖，我就算是用灌食的药。判断出了什么肉这个题目，啊、对哈。最近好想要唱歌，去唱歌，去 KTV 唱歌。你身体素质跟一般人，为什么？霸王龙是什么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那天直播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们说，我买了三支口红，我同时开，我就在我的房间开哦。结果呢，我到现在还找不到我掉了一支口红，就是我三支同时开，结果有一支口红不见了，就在我开的当天就不见了。我还拿着它，我试色，我试完色之后把它放了，不知道放在哪，它就不见了。霸王龙是长怎样？T-Rex 是什么？什么是霸王龙？这个是不是霸王龙？如果可以去 Dinosaur 捡起。今天好美，谢谢。你说最大只的那个吗？哒哒哒！不要把我背掉！你要去哪里？炸鸡还没吃完，我就跟你们说，而且就跟你们说，一个薯条跟一个炸鸡吃的饱吧，又要重洗，重洗什么头发吗？我刚刚在说什么？天哪！
我觉得我每次只要吃肉还是火锅吗？反正就是我只要吃一下就觉得很腻很饱，可是我大概过一阵子之后又会开始饿。富二代会换 iPhone， 应该不会啦。吃这样怎么会饱？可是我就饱了，我好想要吃冰淇淋。妈妈，妈妈你有空吗？妈妈你有空吗？小萌，那宝贝，小萌嗨，给我再去吃，我等一下就会饿了。欢迎小萌呀，给你们看我的小可爱，好痛哦，你的指甲好痛。自然吃就好，不要勉强。你指甲是不是变长了？能帮你剪指甲好不好？你是山修仙呢、哦？我刚吃了两只鸡腿嘛，喝了一碗汤，两口两条薯条就饱了。如果这只手机掉了，就有机会了。我不能再掉手机了啦。要不要擦个口红？我这只手机好像其实也没有用很久，所以我还舍不得换。有一首歌叫扛得住吗？有在吃地瓜哦。你在问我吗？你在问我吗？嗯，有人问我，是谁问我？佩森问我，我没有听过哎、欸。如果穿将会很像戴胸套吗？很好看。他们说我看起来像戴胸套。是啊，他就是袖套风啊。我还特别想要去买袖套哎、欸。真的啊、哦、真的啊。那我们说像像，我跟你讲超像。超像就到也太迅速就连线了吧。我就说果果爱我吧。 Hello 虫虫扛不住对不对？果果你是不是爱我？我爱，我爱你，爱死你。你看吧，谢谢得力渔翁得力的心之罐罐。你什么时候要来我家？我阿力都来过了。就是说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要让我去你家？随时。无时无刻吗？对，无时无刻，你想来就来，随时为你开门。西恩说：“我把阿力放在哪里？对不起，你家很乱。”先跟我国宝要去唱歌，我们去唱歌。我不能去啦，又不是现在。哦，你以为我说现在啊？不能去，今天晚上太晚了。果果，你不能引狼入室哦。德全说的，而且他说祖祖草莓风暴说祖祖有点吵哦。哪有？然后德全说你家玻璃会破掉哦。室友没有这么吵，祖祖就是狼。祖祖未满18岁。对嘛，我未满18岁。为什么？
莉莉等一下会播吗？莉莉等一下，等一下她播了，你们跟我讲。莉莉播了，如果来得及，我就跟她连呐、啊。莉莉，等等，什么时候？我真的要先离开一下。我不知道。好的，你要记得回来哟。Hello， 浪客 Rick，Hello， 小白兔。果果，千万不要找祖祖去，请三思。Hello， 沙优 ，Hello， David。等等，我先转成一。Kent 说我是二界，引二界入室。没事没事，我最爱你了，果果宝贝。我也爱你，猪宝贝。猪宝，我是二界，爱你果。我家的鸟跟玻璃。还好不是国生日的时候连播，那应该会吵到真的玻璃破掉。我生日的时候你没有播吧那天？我没有，我有看你播啊。叫阿丽达看看祖祖，看看祖祖大滴滴在跟谁连播呢？滴滴很棒啊，滴滴棒，我喜欢滴滴。我也觉得赞。对啊，是不是滴滴特别棒哎、欸？对啊，我爱你们呢、欸。对美，滴滴是特别棒的。就是说啊，这叫什么大爱，懂吗？大爱。对，这代表你看得到每个人的好，所以你每个人都喜欢，对吧？对。希恩说林婷丽变成绿婷丽了，我觉得对。最近都叫她穿绿色。艾瑞克说果果当小三。那我小三有点多，怎么办？我们家绿宝宝的小三也蛮多的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可以跟我说你们快要生日啦，我都会帮你们唱歌的。的权，的权，轩，的权，祖祖有点花心。你说说阿丽的小三有谁？波波啊，慧慧啊，这是想不到的，这是想不到的。章鱼啊，很多好不好？嗯，很多。章鱼不是也是你的小三吗？章鱼是我孙女啊，是你孙女。桃花哥说，突然觉得生日没有那么重要。桃花哥生日很重要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你跟我们说，我们两个一定会合唱生日快乐给你听的。金界大叔只要果果唱，千万不要叫祖祖唱歌。我怕我的小小鸟会被祖祖唱飞。不会的，中勋，我会帮你唱到你的窗台上都是小小鸟。猪猪不用了，如果要唱就会爱你一下哦的圈。我也想要有那个哪股、那个侧写有白色猫咪好可爱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什么叫白色猫咪？你去看呢，还有黑色猫咪，可是还没解锁。嗯，因为它要播1000个小时，还是以后我们就24小时不要断了啦。我也觉得可以，你不觉得很不错吗？我也觉得还不错。Hello， 原来宝 ，Hello， 贾鲁特，欢迎回来。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没情人，留不下我一个。不要这样干嘛？睡波。把你的爱留给我，是这样唱吗？把你的爱留给大地的辽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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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一次才播了5个小时，还是我以后播就5个小时的起跳，就5个小时当基本。然后500个小时，那500个小时这样子要多久？播个50次哦。一次播5个小时，然后500个小时就是十次吧？哦，10次哦？不是吧？100次？10次？5个小时？十次？100次？100次对吧？对，100次。啊，你500的那个结了吗，小鹿宝宝？那就还没啊，那就要先有500啊。所以你500还到，所以你还有500多哦，等于你还有。所以我要每天播5个小时，要播到50周，我才可以解锁。你要播100次。
哦，播一百次，播一百次，不准加班。我们刚刚是否见证了数学的奇迹？对。Hello， 北原神 ，Hello B B， 对，一百次，对，一百次，对他们说一百天，所以要播五个小时，播一百天。那一百天是几个多久？三个月。三个月。所以你现在要每一天播五个小时，然后播三个月，然后还要超过，你大概要播五个月，因为我们现在五百多还没有到。啊！这是什么数学计算方式呢？这是一个国族式数学。祖祖跟果果数学一定是体育老师教，我们两个数学都很烂哈，宝贝。我是真的烂，我也是。为什么果很常拖台前？谁问的？塔瓦哥吗？哦，是德全哦，德全呐、啊。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？拜托不要怂恿果果。谢谢史密斯的星梦一元吧，要气到中了。哎，宝宝，宝宝，我跟你讲，这首歌是我很喜欢听的歌，给你听。这首歌叫《冬眠》。好啊，好啊。先给国听。啊，我打错字了，我把原来宝打成女部的你了。这是谁唱的？这是思南唱的。Hello 思源 ，Hello 小精灵 ，Hello 嘎逼 ，Hello 小易，人真好。因为你，对啊，因为就忘记他这次要复出了，然后已经让大家发现这个事实了。Hello 龙龙。你在干嘛啊，果果？我去拿了个口红。哎、欸，果果，你从下仰角拍，好好看哦。那脸才看起来会小。好漂亮哎 ！Hello， 冯甲、于平 ，Hello Pat， 奶宝表问号。为什么你们会气到中风 ？Hello， 他们讲 ，Hello， 为什么他们会生气？因为我拖台前。嗯啊、嗯，真的、哦、，Hello， 立生。如果天气的笑颜，是不是很好听？我没有听过这首歌，不过是好听的，对不对？果果今天第八十次直播，祖祖今天第八十九次直播，真的假的？我第八十九次了。为什么我是第八十九次？我怎么播那么多次？好红啊！没关系，我也是。Hello， 神威 ，Hello， Ra， Hello， 雨安。不是拖台前，是经常性故意加班。我觉得很棒，宝贝。但是他们会生气，所以你还是……而且我也担心你身体，不要播太久。谢谢整性男子。这画面真的，五小时里面是我们大家都要中。不会再播了，因为我突然想到你们也会累。不错了。对啊，那你真的播了，但那你真的播了八十九次？为什么我播了八十九次啊？你怎么看我播八十九次？小易，你怎么发现的？竹呢？我们来找找他，连播 PK 是要按哪一个啊？我不会按呢、欸，好安静。臭了呆鼓，我还没有想加班，故意加班还是没有足足的多。整个直播间安静了起来。我再调一下音量，强制关还没，今天是9:30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不知道
宝贝，你怎么说怎么了？你按到？我没按到啊！我没我也没有呢。Hello 仙 ，Hello 仙，听你喜欢的歌《爱存在》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首歌？傻傻，我有看你直播啊。而且我真的最近一直在听这首歌，虽然说找不到口红，依然没找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可是我新的不见了。主，我跟你说，我那天还是，你先说。是，我说还是你想唱这首？哪一首？爱存在这首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吗？嗯、还是你要听《世界那么大》还是遇见？要要要，你想听哪一个？我要听的，我要先听。可是我就好，你想唱，还是你要我们就唱这两首《爱存在》跟？好啊，可是我们不能听，这首不是王思安的歌，是另外，这、就是另外一个《爱存在》，对吧？是魏琪琪的，对，对。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是新的翻拍版的流星花园的片尾曲。我先跟你分享，我前几天买了口红，就是那个阿丽的那一支，因为我很喜欢，我就买了。然后我一次买了三支，我买了其他两个不一样的颜色。然后呢，我就在家很开心的开了三支，结果呢有一支就不见了。哈？我一开完就不见了，我完全找不到。我就在我的化妆台里面开的哦，我还试色，真的好漂亮哦。结果开完之后，我在地板也找不到，在柜子里面也找不到，沙发那里嘞，包包、口袋没有，我完全就是外套、口袋。现在，然后我就放着，然后就没了，就不见了。我没有放在口袋里面。妈妈有没有拿？Hello， 放飞自国妈没拿。Hello， 放飞自我的熊猫。Hello， 神秘秘人。Hello， 希恩，怎么了 ，Only？ 我不是爱黄色的版本。Hello， Oppo， 是魏琪琪的版本。爱存在，我们没办法同步唱。我这边有同步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 ，Hello 小精灵 ，Hello 451，小三和阿丽。好了，那我练一下这首歌，然后你练一下那个世界这么大，爱你，好吧？你是不是每次都找人家脸播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找你耶，现在啊，真的吗？最近啊，这么感动，最近啊，最近。没有，我上次也想要找莉莉播，可是因为他们播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比较没有对到。哦，你播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播的时间刚好是八点开始，八点的话就可以连播到九点。可是如果我们家莉莉九点要播，她是如果你知道迟到了的话，九点二十分好像就不能播，好像就不能播了。哦，是啊，好像二十分，因为他们就要吃鸡了，就不能，我就不，我上次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我们两个才断掉的啊。哦，两边时差两秒，听了头好疼。Hello， 神威，只有找果果，对啊，猪猪说，对啊，我要练新歌了，要唱，那要折磨你们的耳膜了。爱存在，爱存在，我的爱却在你身上存在，身上存在。短发主帅哥在连播，短发主帅哥是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那个肉肉在想，Tiger 吗？现在真的。只有找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输出，你直播就不能认真唱吗？明明二周年唱那么好，真的吗？谢谢希恩，我很认真唱啊。爱存在，特别是宝宝，我们能反对吗？不行。Hello 龙龙 ，Hello 思源，谢谢思源，爱祖祖，谢谢季思源100分。我相信爱存在，爱存在。
in my life。你那个小小鸟唱的鸟要快要摔死了，你最好是认真的。哎，宝贝，我唱那个小小鸟给你听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可爱版哦。可以。好，我等一下要不要打？我是我是只小小鸟，飞呀飞。我是，对对对，绝飞呀飞不，不是不是，怎么唱怎么唱，我不是，你唱的那个是可爱的那个歌，你唱的是儿歌对不对？不然你不是说，我是你不是说你要唱可爱版的？不是，我是唱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可爱版。对啊，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可爱版。不是，不是。这个不够可爱，你是儿童版，你是儿童版。我想说这不够可爱吗？怎么会？你再唱一次。我是只小小鸟，飞呀飞，噔噔噔。我忘记怎么唱。教又教。他说用你前辈的威严禁止竹竹唱啊，可是我没听过，我想要唱，我想要听竹竹唱。八七四耶，好啊，那你听我唱。八七四耶，为什么要二次攻击呢？因为 Ricky 我们家果果想听啊，对不对，果果宝贝？拜托不要。八七四耶，好了，我要来喽。我是一只小小鸟，我直接唱副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好，我们讲直接讲重点。我们今天到重点 ，OK？ 我喜欢这种。来喽。一只，等一下，我没跟上，等一下再说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又飞，却飞又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我会，我会。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一点点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。寻觅觅，寻觅觅，一个温暖的怀抱。酸不酸？抬高。Give me five. Yes. Yes. 这么延迟还合唱，辛苦你们。宝贝，你看我家宝贝。啊，好可啊，好可爱哦！喵喵，喵喵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Tiger. 哦 ，Tiger 就是猫猫啊。狗狗叫什么名字 ？Uno. Uno. Uno.Bruno， 我以为是 Uno。Bruno， Bruno， 晚上好，思佳。啊，思涵不是思佳，思涵。停止你现在的歌声，对不起素耶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还要来个合音版呢？救命啊！你们看，果果学坏了。Bruno， Bruno， Bruno， Bruno。赵传气到写信给子红老师，赵传哥，对不起，谢谢大福哥的雷茶，竹国出品避暑佳品，真的耶，我们两个这个还不错耶，鸡丝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哈喽玉，狗狗都生气了，你看，完美跳过，没关系 ，Tiger 拯救聊天室的众生。感觉像两个小鸟在巢里面等母鸟喂食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。双高点播。我们是 TP 其中二柱。其中二柱。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那个唱歌的叫原子组，对啊，还有果果，对不对？就算天快亮，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望着对方，给你丢一个星梦一元棒。
你没有错，你要丢给我，你要我远，我丢啦、啊，怎么没有看到？我丢啦、啊，真的吗？冰大说 ：“Hello， 果果 ，Hello， 万方医院，你们的急诊室有耳鼻喉科吗？我要去。有，有哦。”谢谢浪 ，Hello 浪客八五九 ，Hello 俊 ，Hello 小阿兔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乱搞。Hello 万神，阿姨没有来直播九点了，你看了他哦，打屁股了啦，林宝莉哦。Hello 拆钩神者，你丢自己的直播啊，白痴哦、喔，丢错了啦。可以丢给自己的直播，这么厉害。对不起。我丢错了啦，我这个白痴，我在那边丢得很开心，想说丢了丢了，对不起啊，宝贝。公司应该在什么？公司应该要开一间医院，这样的话应该会，应该说还不错吧，就是耳鼻喉科就直接挂满这样。依然说，果果长颈鹿也没有果果长啊，什么意思？他说你是长颈鹿，但是脸没有我长。那你要、啊，那你是，那你是什么？有什么脸很长的动物吗？马。怎么给自己挖洞掉？真的可以吧？你怎么可以笑成这样？你很坏，你很坏。就是马，然后我这个时候内心里脑海里面浮现马，但是我觉得好失礼哦，我就没有讲，然后就自己说马，我瞬间整个被戳到笑点，哎，我都流眼泪了啦！你看果果，我都流眼泪了，笑到流眼。你才这样子才是失礼，真是的，我快要笑死了。马怎么叫啊？马。好坏啊！您尊重，尊重自豪。对不起，宝贝。我难过，我难过。对，没事，是羊。还好。还好。我有小船，我翻就翻。对不起啊，宝贝，太好笑了。哎，我现在流汗呢。太老沙包，我想吃火鸡。好啦，别的啦，有没有什么别的？然后你喜欢的啊？这首歌就是《世界这么大》还是？不是真的，我服嘛。其实挺喜欢。哦，真假的？所以挺喜欢。哎、欸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你是国宝马、欸，哎，不错，很棒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错哎、欸，郭宝马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铃声中，好好笑。好了，谢谢沙优帮我分享直播间。哎、欸，宝贝啊，你就郭宝马了啦，我觉得可以。好难听哎、欸。Hello 钢铁铃粉 ，Hello 塞路，国宝马是啥概念？就是贵，很贵很贵的马的意思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小看一个很贵的马，很贵、欸，真的很贵哦。是那种可以到就是几百万美金的哦，真的真的，驯马师这种手那种真的很贵、okay, okay. 真的是很贵，好不好？国宝马，宝马，对对，它是宝马，对对对对对，宝马宝马，对宝马宝马，宝马对，你说我要开宝宝国马，不在你，我要一只小国马，从来也不提，有骑有骑。要骑、欸？拿什么时候？没有哦，没有。宝马 BMW，
Hello， 丽卡生气糖弟弟。Hello， 小白兔。长颈鹿骑马，这能看吗？对耶。哎，好了，我觉得宝贝啊，你以后就是宝马了，你是宝马。大家好。动物园团。好难听啊。你说大家好，我是郭宝马。怎么样，宝贝？请叫我宝马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是那个长颈鹿，跟我类似的四只脚，很像很像，我们都有四只脚。我没有零尊重，我哪有啊，毛利啊，我讲得很好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真的啊，真的很贵。果果跳逆转王子，我应该会想成宝马王子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宝马王子。传说中的骆驼都是脸长长。哎，大天，你回来。中勋说驴子跟骆驼都是脸长长的，那你驴子、骆驼跟马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马。好，那马好了。我是马。对不起啊，宝贝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我跟你笑点其实蛮像。其实我刚刚真的认真有想到这件事情，可是我觉得我又怕我太失礼，所以我又没有讲。我觉得哎、欸，我觉得不错。我觉得完全不错，是因为我们的笑点都很低。我对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我觉得不错。这个真的太好笑了 ，Ricky， 对不起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马国币都出来了。还是没关系，我们不要马国币，我马国币，马国宝，马国宝。我觉得马国宝，马国宝，两个笑起来都好。干嘛呢吗？他说我们笑起来都好。哎，我真的都流泪了，宝贝。好了，你跟我一起当动物了啦，四只脚的动物。什么是九十九次国星鱼啊？是你吗，宝贝？妈呀！既然运动会的时候，马国跑，马国跑，马国跑，那如果你偷放屁的话，是不是马国屁？还有什么？马国？马国背长颈鹿，有没有什么跟马长颈鹿很像的动物？我知道那个跟长颈鹿的马，那个麒麟，那个龙是什么？麒麟啊，是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Hello Kevin， 不是马后炮吗？马后炮你，马后炮好惨哦，不要啦。Hello Lisa，Hello 姐，麒麟鹿。玉说两个不讲话，明明可以当美艳模特，一开口就像笨蛋。我们是兼具聪明与笨的美丽化身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赞赞，很棒。谢谢思远的新资管，巨蜥哦，巨蜥跟长颈鹿长很像，是不是？好累啊，下口全毁了。哦哟，德全完了，都坏掉了，我们都坏掉了。为什么德全跑过去了？德全两边跑。德全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呢？你怎么跑过去了？因为德全也跟我们一样是大滴滴啊。可恶！我双开哦，原来是双开哦，我误会你了，我误会你。为什么是郭新宇原子猪原子猪啦？不是原子猪。马国宝的国宝跑了。是谁带坏谁？我都搞不清楚了。是果果带坏我。你确定吗？我们互相带坏吧，这个是吧？是吗？哎，你这样半张脸好好看哦。这就跟戴口罩很好看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对吗？不能露枕头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国妈妈。上班偷懒哦，辛苦啦。他又没电了。二人先告状。哎，我如果跳掉这个画面的话，在一起。如果跳掉这个画面的话，他还会在吗？什么叫跳掉这个画面的话？
哦哦哦哦，应该我还在，但是你会宕机这样子。麒麟园跟赤兔国，哦，欸，很棒哎，欸，我觉得可以哎，欸，我觉得以后就是这个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麒麟园跟赤兔国，哎，欸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欸。连波不是就是要玩合脸的部分吗？这样子吗？合脸。不对，欸，不行，我们这样子反合。等一下，我先跟你合，我先，你先不要动，我先跟你合，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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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动。你再进来一点点，你们帮我合。没有，你要过来啊，我们就是同一张脸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让我合，你先，不是你先让我合，然后我才能合你。干嘛？嗯，等一下哦，这样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有对到了，对到了，是是是，你不要动哦，帮我们合，帮我们合，好，反过来，你要反过来去另外一边，哦，去另外一边，啊，嗯，是不是要再过来一点？这样吗？他知道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反方向啦。不会不会，我看到了，我在你的直播间里面，快点快点，你这样吗？这样吗？我是不是要再过来一点？哈哈哈！你要进来一点啊，宝贝。进来这边啊？哪边？这边？对对对，不对不对，太多了，你上来一点，不是不是，上来一点点。够上来了吗？然后进来一点点，进来一点点，嗯，再进来一点点，你再进来一点点，这样子我整张脸都快露出来了，嗯，不是，你要进去一点点，这里不是往这里，对，进来一点点，再进来一点点，你有对到吗？你要看你直播间有没有对到我啊。你是白痴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两张脸长同一个，不是这边，我就把它正放这边，就是这边，这边是我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，这样吗？这样吗？这样，要在果果的直播间看。你们这样子，我们是看两个都反方向。要在果果的直播间看。你们这样子，我们是看两个都反方向。怎么用啊？我不懂哎，欸，我这样我不理解，我不理解这个。哦，因为我有开镜面，然后如果你有开镜面的话，我们两个就会是在同一边。可是我好像没有开镜面。哦，oh, ，对，我们刚刚在耍。谢谢朱里恩的五彩虎。所以我们刚才干嘛？啊，可是我这边，我这边应该有哦，我这边好像有哦。那你那边有就好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人，有没有人传给我截图。哦，他说我们都开镜像。要都开镜像是不是？果果，你不要看错台。哎，祖祖刚太出来了，这样吗？不要跟你一起合脸啦，但你脸会想我一半呢。那你的脸大概是我这边吗？你的脸大概是只有台词。没有，没有，你的脸大概就长这样。没有，没有，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你的脸呢，啊。对。哈哈。有吗？有。我们下次来拍一张照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果果突然领悟了100分，好难，近一点，进去一点，知道吗？我不要跟你合了。哎，欸，有啦，我跟你讲，有了啦，有人传给我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看一下哦，喔，我太出来，你太出来了啦，你要再进去一点，反正有远近，那我远一点。那我近一点，你进来一点点，
出去一点，这样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接到了。在这里度过。啊，你闭，等一下啦，你闭眼睛了啦。再一个，不再一个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等一下哦，你不要动哦，你再进来一点点，再进一点点。好好，出去一点点。好好好，你再进来一点点，太多了，一点点就好。好好好，一二三。好，看一下。有吗？啊，我啦，我太进去了，再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一二三，现在有吗？好，我截了三张，好像不行哦。我等一下，我截图的时候会晃倒。等一下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对齐一下哦，你进来一点点。好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好，看一下，感觉很鬼啊！有了，我等一下传给你看。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Brought a show, I show every day.This is how we roll, baby. 我已经三天都没睡，每天就吃肉，今天只是刚好二人一城市的夜景。我舍不得回去，你知道我说哪里饭店五星级，柜台看出我心情。我是姗姗来的好兴奋，想多留几心情。这颗超级棒，需要搭配欧洲梦。为什么我一直闻到一种什么味道？臭臭的味道。哦，我知道，Hello， 王果果鱼。Hello， 果妈。神仙包。Hello， 王果。Hello， 西兰。今晚还没睡，因为我又要飞。心里准备好了鞋和空位，登机花位，他是空姐。我们等一下就不能播嘞，9:30就不能播了。好。9:30就不能连播了。OK， 那来逛街还想要睡，那就是我说的。谁说的？这天早上7:00做了些什么？女冠说的。没有记忆点，还想玩清楚。幻影战士机会，因为明天公司发薪水，比不嫌贵，就是不觉得小费还喝到大烂醉。什么奇怪场景？好笑，原来宝说我们两个结合是长颈鹿嘛？长颈鹿嘛。谢谢嘎逼的幸运事业草。三千八五。哦，结束了。9:30要结束了，好了，那我要放果果回去了，我不要吵他了。你继续跟你的宝贝们聊天吧，妈妈。Okay, 妈妈，你按结束。妈妈，你以后是妈妈哎、欸。我，你，妈，我。嗯、因为你，妈妈，妈妈。马超出超仓场喂马喂马吃马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没人知道吗？这是那个啊。这是什么？《三国演义》那叫什么？终极一般的那个同个系列叫什么？终极三国吗？还是什么？三国。对对对，反正就是那个里面的某一个。好，不重要。果果，如果果果不是果果，如果是妈妈的话，她就是鱼，叫她就是章鱼的外祖母嘞，不是外祖母，曾祖母嘞。曾祖母。对啊，终极三国对。好啦，那你回去吧，我要去洗杯杯了。我觉得我的杯杯有种臭臭的味道，我赶快去洗一下。拜拜，拜拜。你按结束，因为我不会按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，我回来了，关系好复杂。啊，我们要关播了哟。吃错药。
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在后面飞来飞去？我在此说 Hello 王的是我啊。Tiger， 就是一直说爱你，但一直呛你啊！我们相爱相杀。平民飞，再见我一面。关播喽，那晚安晚安。爆笑大镜子，举得下的我。世界特别 slow。习惯坐上飞机，红酒喝很多，醉得一塌糊涂，演出讲话不闪躲，常有那种意思。还没，你们干嘛现在跟我说拜拜？我还没有要关呢。三件包吃怕了，小牛的妆化了。再鬼子被北京收入金上又要爆了，才不顾男子。你们很坏耶！你们到了，你们会不会以后时间一到就拜拜了？拜拜。电影换我被调戏啊！他喜欢上我痴情啊！看到没有？没有，9:40，9:40啦！哦，又到时间讲拜拜。你们这样很聪明哎，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哇，我被调戏哈，他喜欢上我刺青。我刚刚说9:30对哈，可是我的现在播的时间是1:20哎，1小时20分钟，我们是可以播到1.5小时的，对吧？换我被调戏呵、啊，那我现在念排名好了，不然你们都觉得我不会关，我40分就关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我们来念排名先，放个音乐。他是不是没电？妈妈，他是不是没电 ？Yeah, maybe.What you gonna do? What you gonna do? 你为什么要学我？你帮我把的那个延长线拿出来。What? 那个延长线。Can you? 我要的爱。我找不到音乐，对呀。大家可以叫我国，不行，就只有你们知道而已。结果都给我脱台前，聪明是比较出来的。我们先念排名啦，等一下我找个歌。再10分钟关播，再睡5分钟就好。我找不到我想要听的歌，因为我的手机。我要的爱是在你身上存在，我是你。他不会拍，不会拍到你。我帮你看。不是，你只拿的。我要的爱是在你身上存在，我是你不会。啊，没有线，在房间间。不会哭的、傻的、笑的像小孩。是啊，是啊，延长线 plus 我的充电线。我找不到我的歌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你们等我，你们真的等我一下。算了。来来来。今天的第十名是竹，谢谢。第九名是刘建谷，谢谢刘建谷。今天的第八名是小猪耳朵，谢谢小猪耳朵。第七名是永在新加坡，谢谢永在新加坡。第六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去哪里了？朱莉恩。第六、第五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。第四名是小生，谢谢小生。第
三名是神威，谢谢神威。第二名是小白兔，谢谢小白兔。第一名是是饭团。谢谢你们。我肯定四十分还会继续，不可以，我四十分准时关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子。还有小流星，小流星。It's okay to not be okay。我只是想唱一首歌，你们就让我唱一首歌就好了。这句话，对，我准时关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。今天眼睛画的好漂亮，谢谢。不过今天双眼皮贴没有贴好，我今天本来不想贴的，只不过今天双眼皮一直消失。你们要不要看我没有双眼皮的样子？可是我怕笑到你们，笑到你们，吓到你们。It's okay to not be okay， 巴拉巴拉。皮带这样。等一下。今晚我想来点陈记的鲜牛肉河粉加香菜。陈记的鲜牛肉河粉加香菜是好吃。我宁愿相信祖祖不唱小小鸟。我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不会哭得傻得傻得像小孩，在一起不嫌单边。我看着觉得欣慰，祖祖的孩子哎，我等等就关了。都不是没可能。蔷薇每次掀开，我们激动着敲响拥相爱，心中每一次落单，你的温柔是心跳中崇拜。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不会哭得傻得傻得像小孩，在一起不简单，别轻易说分开。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你带着我相信还存在。十八岁的第一次，我那天生日的时候就有播啦。我觉得十八岁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。第一当天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。果果在准备考驾照，怎么办？我好像说太那个说大话了，我还没有开始准备。我要的爱情。
凡诗雨帮你补二十。你们说对不对？没准备，我们之后开始准备，目前还非常安全。我不管，我不管。当年还那么小那么傻的说，我是听不太出来这句话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。你还是专心准备起来，大家还有时间准备买保险是这样吗？不要再用你的事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加把劲。嗯，39分了。一转眼就从小傻变成大傻。大家好，我是18岁的大傻。让我多20分钟可以追剧，哼，我要去追剧了。好听吗？那我唱给你听，再关好不好？难道明明都变热？我们唱完首就开，我认真的，我认真的啦。我想要唱一下夏天的风。我们唱完这个，我们还没播吗？
没有，我先预留个十个小时。好了，我们关播好不好？还是说我们再唱一首？晚上风你会回来，车前的风我有铭记得，清清楚楚着说你爱我，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。不要随便我了，我好了，我下播。夏天的风我有，刚有录的，等一下再帮你剪。那我唱一首歌给你听，我就关播。我放弃抵抗。问，哎呦喂！我今天洗好澡了，你们允许我加播吧？我跟你们说，我爱你们。那天生日的时候，你们都没有赶我，好开心。再来十首。顶多喊我关，没有没有，我刚刚不在平常，你骗人，你帮雨林播那天我知道呀。德全呢？德全加播了，哪次不加播？没事。不是不跟你说谢谢，谢谢大家送我的车车。谢谢大家。我妈那几个。这首歌，你的反应。
哪有？我记得你上次说你十号的时候还有说你要丢车车给我，对不对？快结束的时候啊。主播来了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是滴答声音。你快听，是我在，是我在，是我在和你最爱听的旋律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窗外又在下雨。上一首是。各位还在想，好，那我们关播，我们放一个开心的歌关播。哎，我好久没有唱这首。柔的脸，窗前摆着最爱的相片，时间。学麦克风，渐渐感觉就当是时间对我的考验，在雨下的瞬间，我多看了一眼，距离有多遥远，在你身边，在离开之前，来不及说。好，我们关播，我们真的关播了。那一天，怀念从前。十二真的出来了哎，妈！哦哦哦哦！我们找一首。哎，你们看 Tiger。时间依然是那张笑脸，任性的看着看着，渐渐哽咽，就当是时间对我的考验，在雨下的瞬间，我多看了一眼，距离你们看他。就知道了，我一定比你早。我之前在我的荧幕播老鼠，真的吗？那一天，好了，我们下播了，我不要折磨你们了。找不到。大家都要睡了吗？好了，我关播了，我们关播。我们关播了，宝宝们，宝宝们，我们关播。饭团晚安，再见晚安。
用晚安，欢迎再次晚安，小声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鳄鱼晚安，小流星晚安，黑流星晚安，猫脸晚安，德九儿晚安，艾瑞克晚安，玉晚安 ，Kent 晚安，变成新鲜柠檬晚安。内内晚安，卡卡，生日会前还有一次直播，好的。没有人问歌都有吗？我说过客还是你的声音。眼睛怎么了？在玩我的睫毛。小白兔晚安。我没十二点不会睡。那我们播到十二点的意思吗？我放鞭炮 ，Kent 晚安，我要关了啦。再五分钟就十二点，不行，我要生气气，不是我要生气气。宝宝没有生气气，其他人会杀掉。还在跑，还在跑。等一下，我得关播了。我发现我在占据妈妈的电脑、电视。我的瞬间大大的妈咪要生气了。过客或是你的声音，欢迎再次晚安，小声晚安，变成今天节目晚安，小作者都晚安，会员晚安，天晴晚安，德军晚安，大家晚安，范总晚安，玉晚安，艾瑞克晚安，Simon晚安。